什么啊？噪音啊，插座啦，啊，这些基本电力可以用。我们照目前听众最好是在德国自由网，哎，他用的最普遍，而且是做的最好。对，那目前其实很多大家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走。对。好，这就有三种。现在台湾有没有像这种什么大陆微木采用你们的系统做这种发电？台湾目前比较少，我们还没有。那我们至于目前在台湾有几个系统建案，就是在屏东有五座国小，然后在花莲的瑞穗乡公所，还有甲仙，他们有做一些比较简易的，大概几 K 的，也是弄到电扇啊、电风、电灯那种。对。那其实里面是这样子，我就是说，你先把出来。里面，因为我们故意做一半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就说它的接线很简单，它可以用串联并联的方式去把它接起来。可是我们现在不太可能有这个面嘛，所以告诉我们这个红方这个洗压可以起来，所以你来这其实看一下外靠是无啥感觉，就你看不到那里面的隐藏线路了，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做。那我们上面有做一个那个。单多晶系压接时的一个小的系统比较，可以上屋顶看一下。对，跟这家来。对，到了。有看到影片了吗？没有，有拍。